大热天，如果有装备还不用说。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带的一万第一次主持听到我第一个团体，啊，你们是不是跟他最后一个团体遇到的？就是你们看好就比较难遇到，所以经过四年的努力才遇得到。不好，就是刚想一个发现，对吗？哎呦，哎呀，你刚刚甩到，我甩到你会飞出去。这全是肌肉吗？不是肌肉的，还好，我的劳动力是很铁的似的。我那天穿这件。Yeah, funky girl. Okay, 我那天穿。